你是否有很多问号？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，我却在学画画，对着钢琴说话？别人在玩游戏，我却靠在墙壁背我的 ABC。 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，但却得到一台旧旧录音机。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？长大后你就会开始懂了这段话。长大后我开始明白，为什么我